好了，这个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，非常简单。好了，用了一个绝招，进了豪华无伤，然后没问题。这里的话用个嘴弓，好，这里再用个嘴弓。再一个铁拳飞臂，哦，他还会复活。复活这里再用个铜轮，轻轻松松。一个砍招，哇，被砍成一半了。哦，他没砍我，原来。原来这个就是黑衣人，就之前传授我们武功的那个黑衣人。好，我先回避。信用我拿到了这一个秘籍，我再问问他隐姓埋名的原因。好，然后这里有个拜堂，
拿到一个龙渊七劫。搞到晚上，得到了一个法簪。好，就到这里为止。